你是谁？你真的失忆了吗？我请了一位朋友过来帮我砌墙，他可能暂时要住在我们家几天。刚认识他，名字，他叫黑四角。 在这个世上，但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啊？如果我们的愿望足够强烈的话，就能通过一个黑死角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。